没有了速度的你还逞什么强啊？逞强也比你整晚投篮打铁好。毕竟在你加入我们队之前就没输过。喜羊羊，来比一场怎么样啊？我已经不打篮球了，我们守护者队已经不复存在了。所有事情都会有无数个让你忘记的原因，但是热爱永远可以成为继续下去的理由。我们叫守护者队，是因为我们内心有着各自想守护的梦想。我们一起把冠军拿回来吧。你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敢跟我打一场吗？那我出招了。刚才的打铁真不错，还是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投